第一章第二节，抽离，清除思考的障碍。抽离之所以让人痛苦，是因为人的本性习惯了填充，哪怕填充的是思维垃圾。为什么拥有最多资料的人也常常会做出一个最坏的决策？假如吸收信息和堆叠资料是一个学习的过程，那么这个过程就像一部填充的机器，把外部的信息源源不断地输送进大脑。在学习时，你会有一种充实的快感，感到自己很安全。这不是因为学到了知识，而是因为人的本性喜欢填充，哪怕填进来的是思维垃圾。当人们学到了太多东西时，大脑就变得古怪起来。一个姑娘的房间里琳琅满目，她不舍得扔掉哪怕最无用的一件宝贝。当她开始思考问题并做出决策时，这种充实感却实实在在地害了她。就像我们的书房摆满了不会翻上一页的书籍一样。比如居住在旧房子里的人很少更换家具，去那些老旧的小区参观，进到住户家里，你一定也会得出这个结论。当你谈起更换家具的议题时，他们大多数都会表达出抗拒的态度，也有人会以用了很多年不舍得扔掉这样的解释来搪塞你。可一旦换了新房子，大部分人都会买入全套的新家具，把原来的旧家具统统扔掉，包括牙具、毛巾等小用品。过不了多久，房子的主人大多会后悔。那么当时思考这个问题时发生了什么？原因就是人们受生活中的经验以及脑海中所填充信息的影响太大了，他们形成了一层透明的薄膜，把人阻隔在了正确路径的另一侧。这一层薄膜很难穿透，大多数人无法打破这道障碍，从中迅速抽离，另辟蹊径。人们习惯了在解答和分析一件事情时，先从记忆库中调取过去的经验知识，这是一种固定的思考机制，也是浅思考的具体表现形式。就像电脑程序，每次需要处理问题时，这个程序就会发生作用。调用大脑内的信息，就是人们思考时最省时省力的一条路径，但它形成了一层薄膜，许多问题并不是无法解答，而是答案就在眼前，你却躲在障碍的后面。如果懂得抽离，事情就变得好办多了。作为房子的主人，不论住在哪一栋房子里，对家具的价值都应该是单独衡量的，而不是把家具的价值与房子、人们的经验混为一谈，导致认为家具在旧房子里是宝贝，在新房子里变成了垃圾。大脑无条件的接受信息会使人犯错，无关信息越积越多，障碍就越来越厚，思维的路径就变得拥挤起来。大脑没有红灯，更没有交通警察，没有办法自主判断哪些信息是违章的，哪些有优先通行权。我们也无法更换大脑，只能抽离信息，打破障碍，对大脑进行定期清扫。洛杉矶有一位传奇的法官，他因审判过一桩离婚案件而成了受人关注的知名人物。当时有一对夫妻走诉讼程序离婚，他们有一个孩子，这对夫妻都想独占房子，分得更多财产，并且都想获得孩子的抚养权。于是他们各自请了律师，互不相让，双方都没有过错，且都不同意和解，呈在法庭上的证据看起来也没有什么漏洞，因此成了一桩十分棘手的案子。最后这位法官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判决，房子和其他财产一律归孩子所有，记入孩子的名下，双方离婚后轮流照顾小孩。在这个故事中，法官采取了抽离式的方式，剔除了人们传统的思路，忽视孩子，围绕当事人的判决习惯，而将财产归属的目标从当事人的身上移开，把当事人从案件中抽离出来，将孩子作为重点，把财产判给孩子，这对夫妻就都没什么可说的了。因此抽离就是学会清空大脑内的思维垃圾，抹掉旧的思路，跳出常规的思维习惯，建立一条全新的路径。这将意味着人们要对大脑进行一次彻底的断舍离，遵守放空、打破和回归这三个基本的步骤。